我也，你看，那边一丛全部都开掉了。今天这竹笋啊长得特别快。大家好，我是回。前几天啊一直没有下过雨，然后这两天下了一下阵雨，这山里的竹笋啊都开出来了，而且长得特别的快。我们今天把姨妈还有隔壁家的婶婶都请来帮忙了，希望尽量在这个竹笋还没有开群之前。